损不损？你照相呢？啊？你照相呢？忘了，开始忘说话了。损不损？啊，重来，宝贝，这封面。我给你扒扒，老公，你不方便。哎呀，你咋你这么了解我？我怕你又说我，说我馋你。啊。这手剥笋一袋一斤，哎，快！快！哎我妈，我还跟不上他了呢，你这帖子还跟不上他了呢。啊，这皮啊，现在那么好。皮都扒好了啊，全是羊了，到我了，全是羊了，哈哈。手剥笋啊，相当脆的，29.9两包，有泡椒的，有香辣的，两种口味任你选择哦，非常非常清脆，是吧？你跟我比赛一下，好吃。这样长两磅吧，清脆爽口，小零食太好吃了。